意，注意，炸弹暴力拆解中。拆炸弹的机会只有一次，这个炸弹在两个不同的位置，有两根引线，必须同时剪掉。你现在知道是哪两根吗？一根这边，一根那边，误差不能超过0.1。我来这边。只剩7秒。红色那个。3、2、1。Ah, he's adorable. Is he your son? Yes, this is Timo. Does his father know that you bring him to the experiment? His father doesn't even know he exists. Oh, I'm sorry. It's all right. Well, according to the test, your son has an over 140 IQ score. His personality and mindset indication shows that he is highly qualified for the experiment.Professor Smith's son is also highly qualified, but he's not very cooperative to our plan. That's them. I'm different. You see, inference notes is my father's life's work. I have to complete it. But Khadaiz, as your father's student, I have to warn you. In order to make inference notes work, a chip must be installed in the subject. And all his thoughts...and actions will be monitored by Inference Note and the team. So even a slight flash or a subconscious thought will be recorded. This may not be a good thing. How so? Timo, will you accept teaching from the Inference Notes? Mom, are you gonna stay with me? Of course, I will. Okay, I'll do it. Right.So, Timo,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r wish is? I hope my mom will like me. Timo,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r wish is?You will like me.刚刚我从相传者也身上套出不少话，我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了。是谁？这个人要了解扑克牌和警方的行踪，也知道我们的行踪。是齐木，是他。他做这些干什么？你想清楚
齐木把我们困在这儿的目的是什么了吗？我和你哥推测，他应该是为了找人。不过，我猜他要找的人应该是扑克牌的人。如果他用你的名字设这个局，就代表可能谋杀跟你脱不了关系。他到底要找哪位组织成员？知道他这么大费周折，不仅要杀了你，而且还要建这么一个大迷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情了。什么事？很久以前，扑克牌组织也出现过高级人员叛逃，他们为了防止机密外泄，还有情况无法控制，会派遣一些高层人员来清场。这个情况和最近高陵市的动乱很像，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没错，但是一般情况下来讲，被派遣的清道夫都是由暗杀组最高行动人员黑桃 K 来指挥，但是我已经死了，他们也没有找人来顶替我的位置。那黑桃 K 死后该由谁来接管？黑桃 Q？ 他们的级别权限是不会轻易更替的，所以只能是更高一级。所以齐木要找的那个人一定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的。是他，黑桃 A。 我跟踪了他们，我非常确定背后捣鬼的人就是齐木，而且我怀疑夏早安很可能就是艾迪生。可以确认吗？虽然我还不能明白为什么，但种种行迹看来……好了，这也不奇怪，这才是组织此行最大的收获。你很不错。不好意思，禁止入内。卡哥，没事吧？庄医生，还好吧？没事。现在知道怎么走了吧？这点迷宫他还拦不住你，不过恐怕还得会一个人。正好有点账要算一下。我把迷宫和外界的情况对比了一下，抛开迷宫不提，这更像是方便我们逃跑的路线。所以出口应该有人才对。他一定在，应该就是这里了。齐木，你们终于来了。好啊，爱迪生。我还以为你会跟他相认，毕竟人家等了你那么久。想当初你们俩……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最终确认还是在米卡卡被抓的时候。我早都有听说过，组织曾研究过通过神经元嫁接重新激发意识的科技，我没想到还真有。你知道的比我多。所以卡卡是你嫁祸的，你为什么嫁祸我？还有我，我只是不小心弄错了，一不小心定错了计划。其实我最开始应该直接找你合作才对。你到底是为什么？我只是想拿到组织最高的隐秘，但我一定要走到组织最高的位置呀。可惜组织里实在是太无聊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给那些老家伙们看看。可是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你的死活，利用邱子明也好，女团也罢，我其实只是想要组织觉得你还活着。可我真没想到，你真活着。
这算意外收获吗？至于你们两个，我刚刚有说过，我弄错人了。我误认为组织觉得更重要的人是你哥，而不是你。更重要的人？这么多年了，你还没跟他说？现在不是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吧。各位呢，也别太苦大仇深的看着我，毕竟咱们现在有共同的计划。要不要好好聊聊？合作这件事情总得你情我愿才行吧。以前我多半会直接干掉你，但是现在我可以考虑。你想抓我？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自以为是，总以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最后呢，还不是让组织给杀了？还是米卡卡最聪明，从进房间到现在一直在观察。说，观察出什么了？黑桃 A， 见到曾经的上司，应该打声招呼吧？他做到了，真是奇迹啊！各位，该帮的忙我都已经帮到了，接下来各安天命吧。我刚刚就说了，你真棒。你的计划都很精彩，我很喜欢。这间屋子也有古怪，我看不懂，但是我可以让你不控制它。过来两个人支援，在西侧门，快！两年计划，两年实施，我做了这么多，你以为我只想杀你啊，白痴！
我们赶快撤，带上庄严。米卡卡，你最好祈祷我能成功，否则就要你独自面对扑克牌组织喽。哥，卡卡，他说的没错，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我必须查下去，你自己小心。卡卡，怎么回事？老米呢？跟我走。事先没想到他会把出口设在码头货站里，我们赶到的时候有好多货箱已经被运走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你们大家辛苦了。米杰呢？队长他跟上去了。你们要想办法跟他保持联系，我们署还真离不开米杰这么优秀的警员，知道吗？他是谁？什么？他是谁？你知道，那老头说的，你做到了。他，我以前的一个老朋友，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联考也没剩几个月了吧，还是复习比较重要。那怎么行，他们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乱，难道我就这么算了？不可能，不允许。嘿，你Darling is a mess. We lost a lot of people and done nothing. The bodies of the exposed agents are enough to surround Garling City. Who's going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This is my business and I will theResponsibility. It's easy for you to say. I don't care who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I only want to see results. Is Edison dead or alive? Who's alive?
你要找的那个孩子也活着，我找到了。身体里住进了别人的心脏，天庭是因为你才被害死的，不是事故，是谋杀。概率真的能够杀人吗？